进门，慢慢走进来，看看。把这螺丝取下来。哦，搬起来。这样，这下面有四个孔，开它四个孔。然后握住，你看，你就扔成边上看，看这个孔钻到螺丝里面去的这个过程。嗯，看不到。从下面拍。卡到这里。就钻一个螺丝，开一下就可以了。对。好。然后，行了，再拿出来。